我们分手吧。你说什么？我们分手吧。砸到了吗？没事吧？没事。我来吧。不用。你怎么了？啊！还疼吗？不疼。你骗人，都流血了，你还说不疼？那么咬人的是你，哭的也是你，还不是因为你。发泄完了，你可以告诉我什么原因了吗？害怕，我怕你突然跟我提分手。你为什么会这么想？你突然说要去乐园，说要补偿我，这还不是因为上次我们一起去游乐园，你没有看到烟花很失落吗？那你那个就业意向调查表上，你就业的意向城市为什么没填？你想去哪？梅田是因为你去哪，我就去哪。那你为什么跟胡教授请假说你家里有事儿？我问你，你还岔开话题。那我总不能跟胡教授请假说我想带女朋友去游乐园玩吧？那什么？